飞往各地展开自己的世界巡演，在5日时他飞到香港展开一连七场演出，让不少歌迷都到场朝圣。他一连带来多首经典歌曲，让粉丝们听得如痴如醉。而在一首特别歌曲时，他和舞群手上都拿着篮球，在台上表演帅气的花式篮球，让粉丝们看得又惊又喜。原本画面都很整齐，但当表演到手指转球时，篮球却接连滑落，让一直以来都很从容的周董瞬间看起来很慌张，但又马上保持淡定。事后更发文笑说，希望大家忘记我球滑掉。不过影片曝光后，天王真实反应直接逗乐不少网友，大家纷纷笑说周董掉球也很可爱啊。Bye.